大家好，我小张，一个南口靓仔。现在的话，上午9:40了，刚醒来吧。其实8点钟的时候醒了一次，然后刚才补了一下觉，迷糊糊的，现在好像睡不着了。昨天晚上的话，1点多吧，快2点钟才睡的。昨天晚上没有来牛鬼蛇神隔壁，挺好的，隔壁没来人，真的难得睡了一个安稳觉，睡了6、7个小时吧。哇，先吃个牛肉面吧，今天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。哇，这个牛挺好玩的，这个形象都是紫金色的。哎，牛肉面，哎，吃个牛肉面吧。这个22没有东西夹着，只能这个角度了。这牛肉很软烂，有点烫。要吃牛肉面，今天到黑山县城，比昨天距离短一点嘛，昨天骑了81公里吧，差不多。今天的话，应该是76公里、77公里样。刚才那个22块的李先生牛肉面吧，那个味道很一般。空气质量，风沙有点多，缺乏。23里国道省道106，建山方向。这什么情况？有一个这个简单路口，看吧，前方施工，难怪过不去。这路怎么有完没完的？今天在施工，这里有个插队的。我的个天啊！刚才被弄成单行道了，很烂路，我都不好开，没法停啊。现在又这样了，施工师的。现在还在施工啊，现在还是单行道。哎，终于结束了，手都给我震麻了。前面有个路口可以过来的。另外一条逆行的道应该可以上电动车，但是我错过路口，中间有个铁栏柱拦着我上不去了。哎，黑山还有65公里，北镇朝阳，不是北京朝阳，辽宁的。给大家看看吧，到了锦州地界了。刚吹风就这个时候，锦州葫芦岛过去，就是那个河北，就出那个东北了，很快的。这一进入这个锦州地界，有个这么好的酒店了，这应该是拜喜事的地方。还有36公里到县城，刚才发烫了一次啊，小心。天气升温的嘛，这个电机的功率不够高啊，就是最少要2000瓦以上，跟别人说跑长途最少要2000瓦片或者3000瓦才行啊，确实是这样，因为负重有点多了，功率不够大的话，它那个动力不够，负载过重发烫。不过现在好，我换了这个电机稍微好一点，之前是骑几公里就发烫。小心，这么大的一个坡呀！
有8公里到县城嘛，这边有块空地，刚才那个电机动力有点衰减了，应该又是发热了，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吧。没办法，温度一高就这样，虽然说这个天气这样，但是温度比昨天高，很可能要下雨了。哎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来到县城，县城住吧，今天这个风吹得我头痛啊。这边又是到处都是二手车，看到这个就快进城了。哇，一进来就一家店的城管，都不管可以，还没到城里呢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少价位，4个小时50块。浙江房80，部分大床房特价80，80块可以，这个倒是可以接受。我去，就这个宾馆吧，挺好的，80块，便宜。而且那个姐姐让我充电，她说，是吧？这一个是卖东西的，那个有插排，有插座，就让你充电。开吧。现在还没插电，给它放在这里面，等下给它盖上，然后这样用这个雨罩给它盖上吧，怕下雨了就不好办了。这是2楼啊，本来想住3楼，3楼没有那个单间大床房，这边的房间是刚刚看到的，外面的面对马路的那一排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房间是单独的，没有邻居的，所以我就想住在这里。3楼也有个这样的房间，但是3楼被住了。看看条件吧，有空调是吧，窗户灯，有张床，大床吧，可以。这里还这样的，挺贴心的。这干嘛的，是不是有个灯挺好。然后看看这里拖鞋、吹风机、鞋子啥的，哇，这么好啊，诚意满满的，真的比昨天晚上的性价比高很多，还是要高一点的。东西的这个还是还不错，这个房间的话80块，交了100，其他的算押金。以前一般是交200的，挺好的。现在出了沈阳的地界，现在属于锦州的地界，果然出了沈阳，这个性价比马上上去了，挺好的。我住在这个房间，然后看一看外面这边情况。这有个出口，看吧，这外面这边相对安静点吧，小区啥的。就是那一边的话是马路有点吵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卫星地图吧。这一块是山区，这个地方是平的，这里是黑山县，这里是北镇市。明天应该可能到这个下面吧，北镇市太近了，只有30来公里，我感觉都没必要充电。但是下面有个很大的镇，高帮子，是不是也有很多住宿的。我感觉到这个下面的高帮子可以，差不多60公里吧，应该30多公里太近了。然后到这里了，锦州了，就直接可以到这里。哇，现在下午5点多，出来逛一逛吧，肚子饿了，下雨了。刚才老板娘人挺好的，给我整了一把伞，真的。这附近好像也没有那个饭店啥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没在城区市区中心，这里还在市区外围，饭吧啥的也没啥好一点的饭店，只有小踏板改装挺好的。看来这边管得不紧呢，连牌照都没上都赶出来。哇，已经起风了，风吹得比较大。这里有个清真异乡楼，这个应该是饭店吧，那个清真的标志。刚才我不知道吃什么，点了一个那个羊肉炒芹菜吧。这里是包房，哎呀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自己一个人包厢，30块包厢，哎，太好了。那个芹菜炒羊肉吧，加一份米饭，30块，挺好的，不会那么尴尬。你看吧，米饭2块钱一大碗，还有这个28块的，
这个是那个芹菜炒羊肉吧，还算地道，挺好的。刚才还整了两个小咸菜给我了，感觉挺地道的。门关上了，太尴尬了。兄弟们，开饭了！太尴尬了，没有那么尴尬。好，包厢嘛，30块钱包厢，挺好的，地道。刚才那个阿姨说，这是一个回民饭店，挺好的。这是那个瓜，黄瓜，买了一个瓜，还有是别的瓜，这里海带吧，不是海带。这个葱很咸的，吃不惯。咸菜我是真吃不习惯。跟大家聊一下吧，我为什么要骑回广东？因为我那个车的话，到广东也能用得到啊，除非那个车坏了，我担心它会坏呀。因为那个电机1000瓦的跟800瓦的区别不大，今天还发热了，温度一高就这样，慢慢来吧。我之所以想回，是吧？东莞，是吧？为什么？是因为长期下来，我已经招不住了这身体。吃饭不规律，作息不规律。像以前的话，在外面路边被那个货车吵得整晚上睡不了，是不是？还有被那个雨打的，那个东西都湿透了。还有肚子饿得受不了，饿到受不了了，才在外面。完成起锅烧有开饭，因为你在路上，你如果吃了点东西，你晚上就没法开饭了，知道吧？没法起锅烧油了，就吃不下去了。但是如果你上饭店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你上宾馆的话，一晚上哪怕有牛尾蛇神，那也能睡2-3个小时，是不是？除非你找到那种非常好的营地，那还是比较难的。不是我矫情，真的，也不是我神经有问题，真的。如果我在你旁边是吧，那个放炮啊是吧，搞什么大的生意的，那你也睡不着的，真的。一般人睡不着，但有些人很猛的。有的人真的是旁边放鞭炮他都吵不醒。现在的话，像住宿啊啥的都还能接受嘛，是吧？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。吃饭的话也还是1天100多块钱消费还是可以的，一般都是1天100，有时候一般都是1天100多点，100到150，是不是？有时候的话一天还不到100块呢，有时候一天是吧50-60块，就那个三人旅馆才的，那都很正常。反正目前这个消费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这个流浪久了确实长期下来人招不住啊，所以才上饭店的吃饭的规律一点，不至于肚子饿的实在是扛不住的才吃，因为饭店上菜是比较快的。这个旅行自媒体做下来真的很多人身体都扛不住，都出了毛病，像我的话我感觉久了也招不住了，真的，所以现在才有人说我飘了。其实这种
正常的情况，而且加上那个视频泄流了，瞬间受到现实，就不管干啥他都是这么点工资，不会那么回事吧。你不卖惨的话那就整活，是不是？整活的话我这个人比较慎口，很多活我整不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保持我的朴实无华。我拍自己的话不会那么尴尬，因为我旁边有很多人是太尴尬了，看着我啥的。而且我这个人一看到美女我就紧张，脸红心跳的，这是真的社恐啊，真的。如果不社恐的话你早就上去打招呼啥的，所以这条路难走啊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反正长期那样我也不行，不是在外面废弃房吗？喜欢上一万那个这个人对人的身体伤害太大，真的扛不住啊。肚子饿得呱呱叫，在外面骑车，这个旅行自媒体的话有三个东西，有流量有人气，哪三个东西？一个是那个卖惨，什么是卖惨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也知道是吧。第二个是剧本，是吧？就是路上遇到什么了，其实没有遇到，是吧？遇到熊了，其实没有遇到，是吧？遇到一个女的，说是是吧？偶遇的，其实不是偶遇的，可以安排，这个是剧本。遇到什么出事故了，实际上没有出事，啊。然后第三个是整活，整活就是发一点别人不一样的，探店高档餐厅，这就是整活，啊。车子突然出问题，这个整活，不过这个是被动的，对那个什么什么人心动了干嘛干嘛的，这也是整活。当然我看到最近有个比较整活比较厉害的，就是一个在外国骑行的江西的，是吧，去那个什么阿富汗吧，玩那个大型玩具，他那个整活整得比较好，那个也非常有特点，这也是整活。不过他那个性格比较牛啊，我没有那么牛的性格，就是这三个点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除此之外没别的，是不是？我没想到第四点，真的没想到。所以说这条路不好走，我也不推荐大家出来骑车跑这个流浪。这盐分控制的还不错，是不咸也不淡，刚好。吃的差不多了，那咸菜我一般不吃咸菜的，真的，个人胃口原因，口味原因吧。就最近的一家饭店了，准备回去了，外面还在下雨，下的蹦蹦蹦，还好我用那个防水罩把那个车子盖了一下，不然的话真出问题了。充了两个来小时吧，刚才看了一下快充满了，先回去吧。啊，回来了，外面还在下蹦蹦蹦一直不停，明天还有雨啊，明天不知道走不走，明天如果还下的话应该不走了，在这里停一停。进入这个锦州市，到这个黑山县这边，我感觉人的话挺地道的，那个宾馆老板老板娘是吧，还有饭店老板态度都非常好，让我感觉到很舒服。今天又是非常奥利给的一天。